呢度就係喺
牛頭角的一個 studio 啦。咁我通常都會嚟喺度畫翻只貓，因為嶺南嘅貓都幾可愛，不過冇機會將佢帶過嚟。咁我哋咧通常咧都會喺度畫下畫啦，好暢所欲言，或者好暢所唔知乜嘢咁樣，係亂咁畫下嘢。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地方，大家在這裡好發揮一下自己的創意，發揮一下自己的對顏色這方面的轉變。好，今天我們來到觀塘前後地林芝芝的老家，今晚都是他晚上的生日，那接下來我就將這個時間交給大家，現場和我們慶祝生日。